这个养鱼养的，里面有鱼吗？小白，我看看小白起床没有？小白起床了，出来，出来，对，哎呀，他起来，他要爬到我的身上来一下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啊？昨天晚上睡得好吧？肚子饿了吧？来，我的袜子不能搞，袜子不能给你。你是饿了什么都吃啊？大家好呀，我是在路上的吴一山，一人一车一狗，穷游中国。我昨天晚上是在这个虎头湖这里露营的，这个位置是属于江夏区山坡街，这里是属于山坡管辖。昨天晚上睡得蛮好的，小白放在帐篷里面了，放在帐篷里面他也睡得很好，很宽敞。我把他放出去了，他可能就上厕所去了吧。昨天晚上真的是睡得很好，没有吵，好早好早，那边就有车子开过来了，是钓鱼的。小白，你在吃什么？你刚刚吃了面条啊，吃了东西啊，你又在这里找了什么东西？找的鱼啊？啊？是鱼，我还以为是老鼠。走，回去，走，跟着我回去。走，快点，走，回去。今天的早餐吃红薯。嗯，好吃。看见。朋友们好呀，这里被我收拾完了，准备出发虎头湖的北面，去对面有120公里，应该有120公里，因为从这边绕一圈太大了，真的太大，又大又远。北面游完了之后再去向阳湖，向阳湖游完了之后再去赤壁，三国的赤壁之战，就是最出名的赤壁。赤壁游完了之后正式出发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。走，小白。我想等一下，如果经过小镇啊，这样子弯的那边，虎头湖的北面，如果经过小镇，我想买一根快充数据线，就是车载快充数据线。我那个这个普通的数据线充电太慢了，要充很久很久。快充的好像
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手机啊充满。真的去买一根，不然的话在路上用电不方便。这路边好像有一辆，有个公厕。你好，阿姨。嗯。你好啊，这个厕所能用吧？可以用啊。好嘞。上个厕所。这厕所太脏了，下不了手啊。下不了手。这里有没有电呢？有没有电？没有，开关也没有。有没有水啊？也没水，这边也没水。哎，我问一下阿姨，阿姨，这个水是自来水还是什么水啊？自来水。自来水啊？能烧着喝吗？喝不了。就是烧开喝。不行啊！没有叫他喝。不是，我自己把它烧开能喝吗？啊，可以啊，那我接一点。可以哈，谢谢你。你在弄柴火啊？啊，好。我接点水，正好。用这个。接好了，哎，没盖好。哎，放在这里。阿姨，您这是什么村啊？您这里是什么村啊？这里是什么村啊？什么村啊？啊，杨万村，杨万村。杨万村啊。这里属于江夏啊，江夏。我这路冷呢，我听不到那话，我这路听不到吧？哦，耳朵听不到。哎。哦哦哦。我这路听不到。好，那行，好，那您先忙。好。嗯。我看到这边有手工豆丝加工、豆汁，这边有加工豆制品的，放在牌子上。好。继续出发，水接到了。这里看了一个中国移动，去里面问一下。有没有数据线麦呀？有。快充的。有。小米的。嗯。看接口。它这个是圆的，是不认正反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认正反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还有一根数据线呢，多少钱一根？是吧？啊。你要不要头啊？头不要，越快越好。省城。啊？这个多少钱一根呢？这个是多少的？嗯，39。这么贵啊？啊，跟牛的。啊？跟牛的，那你拿这个呢？我看一下，我要快的，送的越快。是省城的，你看六安的，看到没有？看省城的。那我就试一下了，啊？在哪里试？在车里面试，车里面可以试吗？还有没有便宜点的？都是这种啊？铁的有啊，那你就拿一般的了吧，不要什么充的快的，好不好？我就要快的，要快的。那只有这个。那我试一下，我去试一下，啊？你头是不是快生的？是啊。你把头拿过来了，在这上面一试，不是出来了吗？我插在车子上试。就这个车是吧？就这个车。哦哦哦。可以打开吗？我给你。你帮我打开，我手机上插去。走，就拿这一根。嗯。39啊。嗯。能少一点吗？这才是
已经四十九了。我不会加那你的价格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房子是我们的。在哪里付款？啊？在哪里付款？就在这个上面付。买好了，39。这个充电很快，在车子上试了一下，还有我那个电源也试了一下，非常好。啊，这个线比我这个原装的线要粗个三分之一不到，粗好多。这个充起来是快啊，确实可以。好吧。这个车载充，等一下就给手机充起来。大家好呀，我把车子停在路边了，然后我突然之间就想着蹭一下 WiFi， 因为手机流量用得太快。我在这个边上，我已经把那个 WiFi 连上了。我把视频给上传了，先把视频上传了。视频上完了，准备又要出发了，差不多搞了半个小时。开车行驶了40多公里，经过了2个镇，从西面一直转过来。斧头湖转过来，我还没到北面还在那边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库竹海，已经过来了。再继续往前行，往这边前行，弯绕。但是弯绕的过程当中，前面那里那个地方又有一个湖，那个湖叫上沙湖，那个湖不是很大，也很大。我们经过那边看一下那个湖。这边没有路过去，哎，有路哎，那里有一条路哎，有一条路可以到那边那个湖。我们先去那个湖，那个是沙湖。从这里过去，我们可以晚一点去那边，去那个斧头湖的北面。太远了，真的是太远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，前面没路了啊，怎么办啊？这个倒也倒不出去啊，这个路都破掉了。这个是什么车压的？能开过去吗？这前面是田地啊，我还以为前面一直有路通到人家家里村庄啊。我的天哪，没路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监控，那里，这个是上沙湖里面的那种白鸟啊，太多了，白雁嘎嘎嘎的叫。但是我现在犯难了，我该怎么搞？倒出去吗？那个里面还有鱼啊，好多鱼啊，哇。
我看到下面养鱼养殖基地呀、啊，全是水箱养鱼啊！哇，我还是头一次亲眼目睹啊！真的，这种养鱼养法，我下去看一下，应该可以拍吧？不知道能不能拍呀？从这里下来。这个养鱼养的，里面有鱼吗？看不到。这个地方还蛮大的，几十个这样的大圆箱。陆基圈养，圈养桶生态高效养殖技术现场培训。哎，这里是培训的。我还以为这里是搞养殖培训的，我以为是私人规模搞的，但是里面没看到鱼，里面增氧气是搞起来了。这样子养鱼还真是头一次，头一次看，好吧。这个河都干了。原来这个河都是很那个的，很多水的，都干完了。这里是闸口，全闸。这边一路过来，江边都是钓鱼的。我现在到这个没有找的那个湖边了。哎，你好，小朋友，到这个打鱼的那个收站点了。这边好多这个渔船。哎。大姐你好，这个是什么湖啊？什么湖啊？你也不清楚。斧头湖吧。斧头湖啊，我就是找斧头湖，但是我没找到那个湖边呢。过这个桥。这个船上我站一下。嘿，你也上去啊？我也上去。嘿。你要小心点啊。知道。好。哇，这么多船停在这里。斧头湖。我一路过来，那个江边好多人。钓鱼，都很喜欢钓鱼。这个船，这个是到这个位置不太好。这个堤边上都长满了这个芦苇。哪有芦苇呀？这个。这个啊。啊。哇，好多芦苇呀。对呀、啊。这个、小朋友。好了，下去了。这个地方不太好，这边好多鱼田啊，我好像进了一个渔村呢、啊。小黄，小黄狗，天哪，这边都是鱼养鱼基地了。从这边停下来了，这边有一个空地，我看一下。这里还有楼梯，这个应该是没人住吧？有人住哎，里面是像那个宿舍床一样的，里面还有被子叠起来了，应该是回家过年没来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在这里守这个鱼池的，养鱼的，肯定是。这边应该也是宿舍，啊，也是宿舍。也是宿舍，今晚
我开不到那个斧头湖了，太大了，我开了好久了，现在都已经4:30了，天等一下开一开就黑了。今天主要是没有太阳，有太阳还好。我在这里露营还是在哪里露营？我感觉下面也可以啊，下面有个桥，哎，好像前面有一个空地啊，那里。我把车子熄火，我到前面看一下有没有更适合的空地，就地露营。这个地方还有监控，这上面还有监控，所以说安全问题本身就很安全，不存在。那边是一个，那边好多人家，不知道是镇呢还是村。这边都是渔村呢，渔民啊，全部都是在前面养鱼的，基本上不会种地啊。前面有一个空地，有个空地好像车子过不去，放满了东西，往回走，没有看到合适的露营地啊。在那人家门口那里也不太好啊，那人家的宿舍在人家田里来，田里行不行？这里是人家的田呢。我把车子开下来了，从那个堤坝上，那里正好有个路口，有一条路，它在这里，然后停在这里，晚上就在这里露营了。这边全是，现在这里下面全是莲藕，应该是，如果是夏天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啊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满塘的荷花，真的。前面都是养鱼的，有养鱼的，有莲藕种莲藕的，全是这种，太壮观了。一望无际啊，前面都是这样的。如果这里湖水搞得弄到这里来，最早的时候这里就是湖，只是那个水慢慢的退了，退了就是这些地方就是分给这附近的村民了。这附近的村民就是养鱼啊，种莲藕啊，搞这些。像我们那边就是原来是种我们老家那边。我们老家那个方向，我现在一下子方向感都不知道了。方向感应该在那边，也是那边。斧头湖要从这边转到那边，那边应该那边是北面，跑到那边去，还有很远。天哪，天都快黑了，我要弄饭吃了。我们老家那边是种地，种稻谷，然后一大水涨水了，就把稻谷全部淹了。然后现在都没种了，就栽树。我们那里现在变成那个专门种绿化树的了，这边就很好，这边养鱼啊，种莲藕啊，非常好。